系五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咁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就埋边位置啊，找黄光天，中间南区宝快啊，咁再见到第三位外边阿凡达响第三嘅，内栏第四红眼罩霸胜啊，出边六三龙钻辉煌啊，再见到中档位置啦，咁啊有呢只咧红衫黑帽，第六位啊就龙友啊，内栏第七位蓝衫咧就呢个奇妙日，出边孤浪威风，尾四孖宝啊，尾三天天向上，尾二富全英雄包，尾啊标标嚟噶，转紧翻中间啦，南区宝啊带头嘅，第二位咧就阿凡达啊，内栏第三系霸胜。而出去中档第四位有爪王光天啦，龙转辉煌出边第五啦，第六位咧咁落内栏位置红衫黑帽啊，龙友啊，中间位置有奇妙日啦，再涉入边就天天向上啊，后啲先见到咧外边追啲，仲有孖宝嗰啲马，好啦，斗到嚟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南区宝咧都仲系占先噶，咁啊见到中间位置龙友上紧啦，内栏仲有霸胜啦，再下一层嘅马仲有天天向上啊，同埋阿凡达嗰啲马接近终点啦，南区宝咧都好有机会带到跑第二名嘅马咧就龙友，第三名有霸胜同埋天向上咧，就兩匹馬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，南區寶啊，真係擺咗喺前面走，應該都好有機會到先喎。龍友就逐步上嚟，天向上應該係跑第三、第四名係霸勝。臨尾落飛啊，綠燈啊，29倍呢匹南區寶，換下啲配備過嚟，谷草波件事搞掂，跑第二啊龍友，第三啊天向上，第。